團結澳門演藝人同埋推動澳門演藝界，我哋積極做好多慈善嘅活動去回饋社會，依都係本會嘅兩大宗旨。昨晚澳門演藝人協會舉行咗第三屆會員大會及李監事就職典禮。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博士亦有到场监誓。2018年是澳门演艺人协会成立的第五个周年，今届会长依然是徐志勇。他在典礼上回顾了近年协会举办的活动。2016年举办了第一届先流行音乐节，和2017年的先澳门乐坛颁奖典礼。希望藉由这个颁奖礼都会能够进一步俾大家去肯定咧，我哋澳門演藝界嘅一啲精英係幾咁出類拔萃嘅。小肥亦分享咗過往幾年協會舉辦嘅慈善活動，讓愛行動幫助菲律賓風災、尼泊爾地震嘅災民籌款，亦到過國內唔同嘅貧窮地方探訪。喺澳門本土亦舉行咗唔同嘅義賣義演活動。咁啊，今年咧，澳門演藝人協會咧亦都將會聯同更多社會不同的機構，了解不同弱勢人士的需要，盡力去幫助，希望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。他亦表示將來會和各地的演藝人多交流，令雙方得益，亦會繼續為澳門演藝界不同的專業工作者爭取更多資源和支持。